我在这里郑重的让下一届的评审拿出良心来。你不要再害点点了，你不要再害点点了。我没关系，好不好？还有关系，他就靠你了，他就靠你了。这怎么样？恭喜露露，因为其实他得奖的时候呢，我喊的，我叫的，好像我自己得奖了。主持人与新人真诚互动，氛围温馨感人，又兼具娱乐效果。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搭档他真的要拿一座金钟奖，我觉得真的不管是官方或者是民间对他的肯定，我觉得都要是最开心。因为我害羞了，因为我坐在金钟得主旁边，我会害羞。我坐在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旁边，我会有点小鹿乱撞。其实我也是你的粉丝，心脏的蹦蹦跳。对啊，好的。你还好吗？你要不要上来？我看你哪里在发抖啊？你手哪里在喘？你手哪里在喘？谢谢，恭喜。你为什么在抖成这样子啊？太重了，太重了，辛苦啦。哎，恭喜露露得奖！恭喜了，恭喜了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哎，我对，那这个我们以为会第七杠嘛，要挂大家一起挂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你自己独自就得奖了这样？那这样点点怎么办呢？没有问题啦，罪魁祸首是。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个播出的一个脸色苍白。没有没有，你刚刚干嘛传脏话给我？没有，怎么可能传脏话？我很恭喜啊！我也跟那个娇娇致意的说，不好意思，讲你们节目怎么怎么。我已经致意说 I'm sorry， 但是已经无法挽回颓势。我们其实哦，上帝给我们的已经远比我们应该要得到的还要更多了。真的，真的，我们老天爷，所以我们能够站在台上表演，已经非常感恩。所以你今天要宣要宣布病情了。对，虽然我们没有得奖，没有很想让那个开心。我们没有得奖，你知道我这次得到那个红毯第一帅啊，真的，我也很开心嘛。对啊，自己讲啊。我经纪人跟我讲，我说红毯，等一下，经纪人安慰你啦。我们第一个就拿了，对啊，花了两个月在那边拉票。我想你们两位是误会了啊，所有最佳人气奖就是最多人气你的那个奖。做节目不给观众看，难道是给鬼看吗？这个很重要嘛，所以以后人气奖要摆后面一点，因为前面我去宴请那个帮我爸爸在这半年多里面的主治大夫。还有他们的这个医护人员回来的时候啊，他们说恭喜宪哥得到人气奖，已经颁完了，我们心中充满感恩，谢谢，最佳人气奖才是金钟奖最大的赢家。好好，露露，露露为什么反对？完冷大得到很多次的一个鼓励了，嗯，我们非常感谢。那大热门，我在这里郑重的让下一届的评审拿出良心来。你不要再害点点了，你不要再害点点了。我没关系，好不好？还有关系，他就靠你了，他就靠你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没有，我要回家去哭了哦。好，谢谢。两杠。